是来自新风暴的苏勋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风暴的周宇轩。复古啊，大地色。对，就比较复古，比较显老。显老吗？显成熟。OK， 那你你就尬了都。平时我的话还是会穿多一些比较宽松一点的衣服，就韩版也有，然后运动服也有，就是很少穿这样子风格的衣服，觉得还是蛮新奇的。轩哥你呢？像我的话平时就是西装加上帽衫吧。我从来没穿过西装。你没穿不穿西装吗？不穿。就整个队是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应该这个奖应该得颁发给我，毕竟我一个人坐在那么高铁上是吧？对，我觉得应该颁给勋伦，这不是说大家是 pose 王，而是他那个 pose 特别辛苦，因为在梯子上最高端，而且上面我知道上面空气应该挺冷的，是不是？上面空气很好，很清新，但是很冷。对，然后。特别怕底下一动，他底下人一动，他那从上面摔下来，我连腿都不敢动。对，难度系数最高的 pose。哦，他好像在 diss 你身高哎。没有，其实这个东西跟身高没多大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以前的话，我会小的时候会去爬树。没有，你还坐在我脖子上过。啊，对。对。但勋哥，你没有那梯子那么高。那当然，那梯子都快两米了，好吗？谁是每天起床最晚的同学？苏勋伦。谁是每天最爱撒娇的同学？苏勋伦。谁是最幼稚的同学？苏勋伦。谁是每天吃的最多的同学？周宇轩。谁是化妆时间最久的同学？周宇轩。发际线最高的同学？周宇轩。谁是最喜欢脱发的同学？周宇轩。谁是护肤最久的同学？周宇轩。谁是素颜跟上妆差别最大？还是周宇轩。OK， 你们俩。答案好简单，我都觉得他在报复我。你也在说我？没有，我一开始我那些其实我就你对没有，但真的好，真的就是你啊，没有起床最晚的。但是我化妆，我从来不化妆。没有，我们不是说后面不是咱们俩开始已经啊对对，商业互杀嘛。那起床最晚，然后其他都不是我，我就起床最晚。吃的最多也是。我吃的最多。我吃的最多吗？好像是。